接下来请收看生命法语。成就必衰，音响也必然会故障，无论什么物件，拢逃不过生灭之法，这就是绝对的真理。宗教的目的，乃是爱引导世人步向和谐、安详的抗争大道。所以各宗教不应该互相诽谤，互无信仰者更加歧视宗教。初世让一步为歌，退步这是进步的根本。太陵是一分时候，李陵是日记的根基。如果你想要拥有更加多知识和经验，首先你应该试看看去接纳别人。以诚恳谦虚的态度，重视心诚上的历练和修养。
痛苦真情赴宴赛节，立救路为临终必去。人生上大的重点，就是自在甲平淡。唔通轻视别人的修行，但问自己是不是有伫个经魂。是为了服务，生活的价值是为了奉献。后以待人，严以律己，以贡献代替占有，以力行代替抗言。所谓不经一番寒彻骨，焉得梅花扑鼻香。经得起一切考验的人，成就自然归于他。批评别人的缺失，会使自己后患无穷。一个人唔通问你的工作贵贱，甲家己的关系，
你爱问的是你所做的工作对国家和社会敢有贡献。一个人必须要有清廉的操守，然后才会当有伟大的作为。想要做一个聪明的人，需要细心去听别人讲话，以镇定的态度来回答，不会去讲时候，爱学晓三缄其口。一切事业的成就，拢伫咧权力，权力就是创造性的动力。人甲人之间相处，乃当时时抱着感恩的心，那呢修分积德，就会消失无踪，生活才会当得到美满。立恩报恩为先，立人便是立己。感恩会当使咱成长，报恩会当助咱成就。
面对真侪情况，只管用智慧处理代志，以慈悲对待他人，临通烦恼自己的厉害得失，都袂有烦恼啊。有用的话，既占用别人有用的时间，唔然予人讨厌，嘛是无道理的。伊有用的时间去做无用的代志，非但无报时益，嘛是伫个糟蹋人生。立人之节，建佛之因，仁德之正果，积大成之殊解。尽我人的能力，专重视利益人群，便是修习佛的因行。有尊贤仁德的道德，养成人格，而渐修菩萨行。要下好进前先学做人，要学做人进前先爱经过磨练。Thank you.
就像像一支来检验的刀仔同款，先爱经过千锤百炼，然后细心去甲伊琢磨，才会当成为得心应手的利器。一个好菩萨观的修行者，应该时常提醒自己，生命就在呼吸之间。所以，只要认为是自利甲利他的代志，都唔免惊遐妨碍是非，只管勇往直前去完成伊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 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尊胜第十七世大宝法王噶玛巴乌金清烈多杰尊者，2021年6月5日起，每周六晚上7点于脸书首播《菩提道灯论》中文教学，生命电视台将于每星期六晚上7点同步直播，每隔周星期五晚上9点重播。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。夏季农历4月16日至7月15日为僧众节下安居自立修行之期，也因应疫情升温，应尽量减少外出，以降低群聚感染风险，故而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特别推出防疫及生活物资共僧包，提供偏远或于防疫期间不便外出之僧众民生用品与食品。填写表单如下，联络电话03989-931903989-9319。所以佛教教来教去就是这两句话，诸恶莫作，进一步众善奉行，千万不要为了赚钱一点个人的利益，不管你做什么行业，你去伤害到众生，破坏到环保，破坏到泥土，破坏到什么，都会有业报的。土地有土地公，树有树神。我认识一个人，他专门干嘛，专门砍树的，赚了很多钱砍树的，后来他腰都快断了，业医不好，再多钱也没用，因为砍树嘛，
那你叫断腰嘛。所以后来心脏也开刀啊，所以各位还常听一个故事，真实的，有一个孝子非常孝顺，然后他没有工作做啊，他妈妈生病啊，他去做什么？人家抓螃蟹嘛，他负责绑螃蟹，绑起来，对不对？大闸蟹绑起来，人家好卖嘛。然后他拿这个钱来帮他妈妈买药医病，很孝顺。后来等他妈妈病好了以后，变成什么病知道吧？他居然去拿那个绑螃蟹的绳子来吃啊，吃到肚子里面又不消化，痛苦啊！赶快去找医生，医生怎么开刀把那个绳子拿出来？就这样活活死掉。各位，你用什么钱给妈妈？那个叫业钱呢，不行的啊！所以你去赚钱，如果这个钱是伤害到其他生命的，那这个业报要享受的。今天我偷来的钱给我儿子去读书，然后这个小孩子一定将来做小偷了。所以佛教讲这个因果100%，所以各位了解这个，哎呦，希望这个身体不要再造恶业了。你卖香烟、卖酒，这些都是伤害到其他生命的。你卖 A 片，今天一个女明星每天穿得很性感，这样赚大钱，哦，在报纸媒体，这个业障更重。所以虽然我们为了生活要赚钱，但是各位要思考，一定要有道德，要信因果。好在我们还活着，活着都有机会啊，赶快忏悔，对过去所做的赶快忏悔，积极的忏悔，弥补，你这辈子就改变了。不然的话，冤亲债主还会投胎做你儿女，你让你那种苦啊没办法领受，又爱他又痛苦。我也认识一个人啊，小孩子开刀生病，父母为这个事情啊烦痛苦啊，花了多少钱？为什么？因为父母钱是不正当来的，所以就生了一个过去世是专门做小偷的小孩子。这个小孩子他就是天天生病，要来把他父母的钱全部耗光了。那怎么来怎么去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所以各位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不断的忏悔啊，布施啊，不要再犯了，叫持戒啊，放下屠刀。你昨天错了，今天知道了，在几百万你都要放下，你不能说啊，我就留一点错吧。今天你搞邪淫，对不起你太太，你知道错了，你来听闻佛法，今天就要断。你不断，这个生生世世可苦了。